星期三跑马地椰菜召集常拼一族，总马辣店历嚟喺香港服役嘅子字，每当喺快活谷上阵跑入三甲之后，跟住再出跑翻相同赛程，合共有六成嘅赛区再次跑入前四名。而今次赛事就有一拍即合同埋常拼常胜，两匹上场喺快活谷跑入三甲嘅辣店子字上阵。第九场由练马师方家柏训练嘅一拍即合，今年一月初出角逐谷草最短途赛事，随即喺冠军骑师潘顿胯下爷马，之后休战四个几月至六月复出，佢更以两个半马位击败对手再下一城。究竟今次季内复出能唔能够保持不败之身呢？第五场苗礼德马房嘅常拼常胜，历嚟喺谷草一六五零米出赛七次，取得一冠两季，包括上仗在绿色禁区和士兵获利之后跑获第三名。今次继续跑回谷草同程，他又可不可以延续辣添子字在快活谷上阵的良好成绩呢？密切留意星期三跑马地椰菜。